大家好，我是人体工程学创办人李建军，我的专业呢就是为人类而服务的，那我的专业也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的概念。人类如果想改变世界，如果你想参与改变世界，那我们就得团结，我们在一起用共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共同创造一个新的环境，这个环境呢就推动社会以及自然很好的和谐的发展，这才是我们一个必然的道路。所以说呢，我们如何帮助人们走向更好的明天，就要通过学习、交流、融会而达到了相互之间的一个共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成功了。其实我的人生的导师里面和我的专业现在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父呢是一个国学大师，他也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帮助中国建立了新的一个政权和新的一种社会体制的一个人。那么其实我的所有的东西都从他那里学来的，当然了，国家的培养以及我的初中老师、高中老师、大学老师都给我很多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智慧是在先祖的一种传承下，以及和我们现实生活中共同的创作、努力学习当中而产生的新的一个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就是我们的创造力，这个智慧呢就是我们的力量。